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直线的斜率哈是等于三分之负四的，且和两坐标轴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24。哦，直线可能在这里，也有可能在这里，哦，这个面积都可能是24。那么他要你求这个直线的方程式，哦，有两种可能的。好，那是怎么做哈？我就用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截斜式，哦，截斜式就是 y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斜率是多少呢？三分之负四 x 嘛，再加截距，哦，截距的话呢，我用 v 好了，用 v 代表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把这边移过来，移过来的话就是三分之四 x 哈，加上 y 呢等于 v 啊。那我现在把它画成呢截距式，哦，截距就 x 哈，这是 v 啊 ，v 要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三除以四，我就把这个除过来，除过来，那就是三 b 除以四，啊，这样的话加上 b 分之 y， 这等于一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他说哈，这个面积哈会等于24嘛，这是 x 截距啊，好 ，x 截距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四分之三 b 嘛，啊，这个是等于 b， 哦 ，b 有可能是正的。啊，有可能是负的，那这个乘以这个哈，啊除以二是等于24，也就是24哈，是等于啊，是等于这个四分之三 b 嘛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 b， 啊再给它除以二，乘以二分之一啊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，3824嘛，那就八乘八，就 b 平方哈，等于八的平方了。所以呢 ，b 它是正负八，哦，可能是正八，可能是负八，所以带进来的话哈，这个直线的方程式哈，就是 y 等于三分之负四 x 正负八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哦，啊，你可以把它写成另外一种形式啊，你就把三 y 呢，乘过去，就是四 x 加上呢。加上呢三 y， 加上三 y 哈，就把三乘过去以后，四 x 负四 x 移过去变成四 x， 所以加三 y 等于多少？等于正负多少？正负呢三乘以八，三八二十四，所以也可以这样写，加三 y， 那负正哈二十四等于零，哦，有两个方程式啊。哦，可能是上面的，可能下面的，写这样也可以。